赢在中国，为粉丝证明这件事在我的青春里是独一无二的。男团女团火力全开，激情演出，两队选手轮番上阵，各显其能。掌声在哪里？谁触碰了底线？讲那么信誓旦旦算什么呀？谁引爆了现场？你好，我是大伟子。今晚22点，红牛赢在中国蓝天碧水间，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